自古以来都是政府发行货币，但是2008年比特币诞生了，这是一场货币市场的革命。你会购买和使用比特币吗？你是否认为比特币价值疯涨是一场短暂的狂欢？你觉得比特币会成为未来的支付系统吗？ Bitcoin is exciting because it shows how cheap it can be. It is a huge deal. It's a huge, huge, huge deal. I think it is working. And there will be other currencies like it that may be even better. Is Bitcoin the currency of the future, or is it the payment system they're developing? Bingo! 最真实的数据，最准确的分析，为您提供每日最专业的比特币资讯播报，尽在比特币千万富翁。好，欢迎来到周三的美股富豪哈。我有还是有个好消息。昨天在咱们那个视频里面有很多评论，第一说现在的编辑很给力，时间也好啊，这个东部地区的人，我不知道 Jackie 看了那个，都是对你们的赞啊，都是要赞一下。这东部的朋友也可以看。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我们这个 Jackie 签来以后呢，就是武艺高超，搞准备一月份，昨天给了我个计划，我就是以后我们就搞直播啊，直播以后呢，我们后面框一弄呢，我们就不用录了，就直接直播完就直接放上网上了。就像郭文贵直播完永远可以随后继续看。随时随后一直瞻仰。所以躺那儿搁好花儿，就像毛主席一样永久的被人瞻仰。毛主席人民大会堂还在吗？好像还在吧，不知道。毛主席毛泽东纪念馆啊。那么今天这个行情啊波动非常大，早上的时候这个昨天晚上啊这个比特币啊一路的飙升，今天呢股市也不平静啊，道琼大涨，但是纳斯达克暴跌，跌了接近100点，然后什么这个NVIDIA 啊，还有这个阿里巴巴，我们的一些朋友在微信上就开始问我了哈。那么以后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呢，就可能直接在1点收盘以后做直播，搞半小时，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进行对流啊，我觉得这个节目会非常非常火爆。好，首先听一下杰森安俊对今天的收盘分析啊。Hello， 大家好啊，我是中文投资网的 Jason 啊，今天呢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盘面走势啊。今天的话呢，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纳斯达克的一个在科技股整体重心下挫的情况下呢，下跌到目前为止收盘哈，下跌了88个点啊。那么总体的科技股的调整迹象的话呢，也是来得非常明显啊，让大家呢也是有一点点措手不及啊。实际上也是在我们 VIP 或者说在我个人的观点呢，科技股这种大幅度的拉升、大幅度的这个炒作啊，那么总会有这一天的来临啊。至于呢，这一天炒作，今天的炒这个调整之后呢，可能还是进入到一个高位整理的一个格局啊。进入到这个格局以后，可能呢在交易重心上会有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那么从比较普遍的我们经常关注的标普500来看的话呢，今天是高开啊，向上冲高，冲高之后呢有所回落，但是呢这个价格重心呢一直保持在啊2620点上方啊，还是呈现了一个整理性的格局。那么在30分钟级别的图形上来看的话呢，这个上涨的态势呢保持的还是比较完好。所以说总体上来说呢，现在看空指数啊似乎呢还是早一些啊，似乎还是早一些。那么从数据或者说新闻的角度上来说呢，今天比较重要的啊，一个是这个房屋这一块啊，这个数据订单呢可能是比较的好啊，这是房屋数据。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油的储量数据啊，EIA 原油的储量数据，那么也是大幅度的减少啊，各种产品都是在减少。那么也造成了今天原油啊回落之后啊这个企稳反弹的这种走势。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美联储这个褐皮书哈，说这个经济 GDP 的增长不错啊，然后呢这个经济发展的也不错啊，就业情况呢也非常好啊，总而言之啊都好啊，
啊，总而言之都好。那么今天的市场的话呢，走出了一个向下调整横盘的这么一个调整的这种格局啊。那么这种格局的话，一方面是科技股的回跌所带来的这种心理层面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昨天啊，咱们以标普为例，昨天呢拉升了25个点啊，在这个北韩啊这个扔了导弹以后，还保持啊这个强劲拉升的这种态势啊。那所以我们总体上看这种盘面感觉呢，这个拉升的比较强劲，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日内的拉升的幅度达到25个点，并且在历史的一个新高的一个位置上啊。那在这种背景下，我总体感觉呢，市场还是需要一个调整的节奏出现啊，对这种追高的情绪啊，得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消化过程。所以总体上来说呢，今天咱们以标普看的话呢，今天到目前为止只跌了不到一个点啊，只跌了不到一个点。所以说总体上看的话呢，目前大盘还是比较健康的向纵深发展。只不过呢，这个市场的热点呢可能会从科技股转向金融板块啊，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转向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呢，金融股内部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分化过程啊。那么前面的四大金刚可能会休息，但是呢像类似于英特尔这种周线级别啊，还有思科这种类型的股票的话呢，可能会在周线级别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啊这个上涨势头啊。这是关于这个市场啊。那么黄金的话，今天啊走出了一个调整性格局啊，目前的话呢，黄金还是保持在啊1280这个价格重心啊，然后进行一个震荡过程啊，最终呢还是在等待一个方向性选择啊。美元企稳，大盘现在暂时先跌不下来，那么北韩打了一个导弹，但是呢黄金还是没有一个恐慌性出现，所以呢黄金还算是在等待突破方向啊。原油的话呢，还是在58到60的下方在进行一个蓄势过程啊。蓄势过后的话呢，我们依然还是比较看好啊原油的一个向上的动作吧啊。这是今天的盘面的基本情况啊，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的实盘 VIP 直播啊。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那听完收盘分析，那么今天杰森安就没有什么再说一遍，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有很多，就是第一，比特币今天这个行情早上还涨到接近9200点啊，整个的电视台啊火爆的不得了。如果我有原来有说把那个电视股票台的这个比特币这个字放进去搜。原来3个月之前，比特币一天可能出现2次，现在是几乎是80%都是比特币，专家比特币都来，然后这些专家呢都乐观的不得了。昨天晚上和那个我们那个山东的哥们儿吃饭，他说 Warren， 我们的目标已经调整到啊，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年底比特币见2万，春节见4万，那么有的专家呢说2020年，约翰墨菲啊。McCarthy 啊，就是扫病毒的那个网络专家，他原来是50万，现在变成100万啊。还有一位哥们也说100万，还有诺贝尔奖学金的哥们也跳出来了，说比特币这东西政府应该宣布非法。那我说啊，我就是头号名单，那非法就是下面实行网络监管啊，谁说比特币抓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比特币啊，今天是美国在砸牌，昨天晚上那个 Coinbase 就非常不上乘。今天我送那个哥们特别多，昨天那个我的合伙人啊，晚上6点跟我打电话，我正在开着车呢，他就跟我打电话，我说哥们儿，我今天送你一个8块钱的比特币啊，他就哈，早上居然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 Warren， 你给我的信是什么东西？我说我送你比特币啊。好，过两天，今天刚刚吃完饭回来，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今天大跌啊。我说大跌和我送你8块钱比特币有啥关系啊？对啊，8块钱也就是8块钱嘛，8块少个10%，少个8毛，7.2块和8块有区别吗？反正也是白给的。
没有成本。我跟你讲，我合伙人啊，他老婆特别紧张，我感觉他是个气管炎。上海男人通常就是气管炎，在家烧饭，在家做家务，还有老板老婆要气管。那这怎么气管呢？就是我们在赌场一输，立马 stop， 立马止损，不做了。这个一，比如说我放3000块来，原来赢200 ，OK。如果输到只剩3000了，立马停止，不玩了。那你说今天8块，如果输10%，是要跳了呀？按照他的原则，8块就 dead set。你8块，你王人王，你给我8块，你今天跌了，你应该还我8块啊。不管这个8块是送的还是不送的，反正亏了你就还我呀。中国人的逻辑就这样。是不是？就是刚性支付，刚性兑付。我那也亏了。来，杰森安说一下吧。今天杰森安前两天我在，还是研究你。嗯，研究美股富豪。昨天觉得你很激动啊，我觉得你就是，我刚才昨天不是说了吗？啊，美股富豪两大特色，一是不懂英文，一是不读股票来主持。对、啊、对。然后呢，今天呢也非常抱歉 VIP 会员，因为今天所有的股票，比特币股票都是暴跌，嗯、那沃伦王却不出现。沃伦王是只报喜不报忧，报喜的时候哇冲进来，今天我生日，大家赶快发币呀、啊！今天什么个人存款打加进了，今天一输呢就不见踪影了，说工作忙，对不起，谢绝见客啊。昨天那个哥们跟我很逗。他说我很喜欢你们那个自媒体，我说为啥喜欢？他就我觉得你说话风趣，别的人不敢说的话你都说，反正胡搅蛮缠都乱说。那么今天我也再给大家，中文投资网是两大特色，一是不懂股票不懂英文，两个人成绩做出来的，是第二就是乱说，反正天涯海角能说什么都说，只差把自己的内裤今天的底色告诉人家。啊，所以呢就是今天行情很大。我第一就是想我们分几个板块吧，第一说一下比特币，第二为什么说今天这个纳斯达克狂跌啊，昨天有点迹象了，昨天涨的时候呢全是什么银行，今天跌的呢全是，昨天跌的股票呢就是生化，就是 NVIDIA。 昨天今天也有位哥们又来说了，哎呀沃伦王，你前一段推荐那个 NVIDIA 今天大跌啊，咋回事啊？所以这个中国人的心态，我不知道什么心态，他们，我跟他们说这个股票要看10年，你看今天跌多少，跌14块钱，对，跌到跌破14.29块，啊，现在很多人在辩论说这个 Nvidia 不是比特币概念股，因为他们这一季度的季报显示，他们在挖矿机这一方面营收反而在减少。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三个比特币相关的概念股，他们喜欢台积电，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和比特币有啥关系啊？你没比特币，这个台积电也活着；有了比特币，也好不了多少。我不是搞不懂这种人的概念哈。不过 anyway， 他们就是很多人问我，所以今天这个 Nvidia 也是暴跌哈。我说哎呀，都涨了那么多了，是该暴跌了。那么再看阿里巴巴，在连续那个红黄蓝以后，今天又暴跌。阿里巴巴今天跌了6块多。对。啊，我看新闻呢是要发债了。昨天我记得杰森就说这个股票已经涨不动了，是啊。那么下面来杰森来说一下，为什么你对比特币，我知道你，我研究你发现你一直在等比特币回调，想不到比特币真的回调了啊？怎么看？早上的时候还在涨，然后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因为现在是这样，比特币其实分成了2块，一个是啊早盘是韩国日本，他们占整个比特币的60%左右，特别韩国这帮人呢、啊，近似于是中华民族第二个赌博。你看这个金胖子的行为，南韩人的行为，南韩足球队就是每个人像吃了伟哥一样，是是踢足球啊，就是往死里传。对，啊，听说他们足球训练都是这样。那么晚上呢，就是我们亚洲时间的晚上，就是中国的，就是中国的晚上，我们这个美国盘又接手了。美国呢，接了这个韩国呢，就砸。啊，因为我今天看了，我觉得实在是该休息一下了，我都在哆嗦。我怎么哆嗦呢？因为
觉得比特币这样涨法子啊，大家都超级 confirm， 对，什么话都乱说啊，两万点啊，四万点啊，啊，2020年100万呐、啊，啊，都超级乐观啊，今天当头棒喝，那谁在抛？是前面3000块到10000块在抛呢，还是说美国这个诺贝尔奖学金的人居然说非法？那大家是不是听了他的话有点害怕？来说一下，因为回答我这个合伙人，嗯，啊，8块钱跌成7.2毛了，7.2块了，他还在怨。没事，那到时候我如果8块变1块，他也直接上门来找我了。我说王，你上次给我的8块钱怎么回事？给我补7块。不是补7块，给我补800块。哇，精神损失，你让我精神夫妻闹矛盾。那下次还是把8块钱给我吧。说一下比特币啊，比特币呢，从总体上来看啊，尤其是今天的走势，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看比特币啊，没事，这边有，这边，我们看比特币啊，比特币啊，首先第一，大家要注意啊，芝加哥市场12月6号要上比特币的期权啊，听说纳斯达克也跟着要上了，对。他们封煤什么金国不让须煤啊，是不是、啊、对，然后呢他今天的这种走势，首先第一，那么累计涨幅很大了，累计涨幅很大，有调整需求，这是第一个要素啊，第一个要素。那么第二个要素呢，就是咱们对期货啊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就是要现货控制期货价格啊，现货控制期货价格。那么这一轮的上涨，比特币的上涨，不排除是准备啊，在芝加哥期货市场控制期货价格的这批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呢高抛低吸啊，那么进行了一定存量的比特币的一个存量的过程。那么在今天的这种走势，首先第一，累计涨幅过大，有调整需求；第二呢，不排除啊是美国这边的期货市场啊，哪有比特币现货的这批人呢？进行一个开期货之前的一个试盘动作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手中持有的比特币啊，在韩国已经市场已经关闭了，日本市场已经关闭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比特币价格的影响度有多大啊？有多大？那么不排除有这个，又既有技术的调整要求，另外呢就是要看他们手中持有的比特币啊，我卖给吴润老师，吴润老师再卖给威尔校长，咱们之间的倒手还是比特币在咱们手里面，但是呢达到了对比特币期货的一个控制啊，那么要看手中存量对实际市场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啊，所产生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明天啊，或者说今天的晚上亚洲市场再开了以后，那么呢会不会承接这种走势，形成一种恐慌性的一个抛盘，那么我觉得呢这当中技术的一个调整和啊这个美国这边期货市场的这批人可能会有一个试盘动作啊，这个这是我觉得如果临上战场之前可能会要模拟的练一下。模拟的练一下，这是我对比特币这个技术上的一个感觉吧。今天的这个 K 线啊，这个十字星这么长哈，从 K 线的理论应该形成了空头吞噬。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今天呢亚洲盘呢，韩国队啊出场了。韩国韩日与美国的对抗啊，我今天还在跟我们策划2018年中美股票挑战赛。啊，现在是不是中美是韩日对美国的比赛啊？你看今天已经马上打到9860，韩国盘再进来哗哗哗，这韩国人也有7000万人口，加上日本啊3亿人口，哇塞，这个韩国这个他们如果来护盘，又把这个都顶上去了。我觉得日本可能会站在美国这一边。啊，这个可能还有对抗的金胖子现在也在对抗，会不会不排除金胖子在发射，在为了这个发射他导弹以后，可能对就是说比特币暴升之前，他来一个先砸盘，然后再发导弹，再把这个比特币炒高以后再转，不排除。所以说总体上，我觉得技术上就是有调整需求，这一轮的话从5600啊直接的就拉抬到10000块
啊，那么技术上有调整需求。另外呢，还是我觉得还是一种他在测试自己这种控盘的程度，控盘的程度，尤其是期货。那我砸出去在期货上做空单，我砸出去这个比特币，或者说我们之间的倒手的做比特币，那对这种期货市场有多大的影响，他必须得提前有一个测水温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调整，也很正常。我们来说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啊。今天我们也回答一位观众的朋友的问题哈，希望大家有问题呢丢过来啊。叫 RIOT 这只比特币的股票，那么从这个 K 线这么大的一根十字星呢，据我的关注啊，通常今后两天将会进行盘整。对啊，因为这么大的来讲，我们叫一个空头吞噬，代表短期顶部已经形成了。那么如果突破12000呢，那个比特币今年呢，12月31号会上20000啊。我们还是要举办一场比特币的竞猜活动，我不知道杰森安，但是如果说跌破呢，还要继续向下，但是我觉得这种动能呢不是很大。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转正了啊，从这个韩国的日本时间来看啊，所以这个比特币的非常非常精彩。是啊，这个专家们乐观的更乐观，悲观的简直是咬牙切齿，宣布军管，宣布军管啊！这个东西就是太激烈了，我觉得这样不大好。我希望比特币能够跌回6000-3000。昨天呢，有一位哥们在我微信上说：“王老师，你别那么……”王总他说：“王总，你别那么乐观好吗？万一中国的散户啊特别嘴巴臭，就像那个我们的合伙人一样，一跌就来骂。”骂的可难听了，对吧？我送他一个8块比特币，他还怪我大跌。你看你给我说逻辑，给我说我都不言语。我觉得就是比较贪得无厌，自己不能输钱的，但是一定呢要赚。啊，那不行，那在市场当中混，哪有不输钱的？好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说说纳斯达克今天为什么暴跌呢？我没看到什么理由啊。科技股我觉得昨天已经显露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疲态，尤其是昨天我们 VIP 朋友知道啊，我在昨天的这个后半程啊，这个把我手里的仓位平了啊，那当然了，今天又回来了。那么实际上在昨天的走势当中啊，昨天的分时的走势当中就已经体现出了一个和阿里的走势几乎是日线图几乎走的一模一样。对啊，往上抖着上去，然后往下砸。对，而且呢，这当中我们看这个纳斯达克走势哈，我们看这一轮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一轮啊，这一轮下跌就是3炮扔导弹啊，扔完导弹之后呢，纳斯达克就开始震荡上行啊，震荡上行。我看看啊 ，sorry， 不是啊，是这一轮杀完之后呢，后来是震荡上行啊，非常亢奋。实际上前一轮的拉抬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呢，我们再配合看一下这个标普哈，标普的话呢，咱们在现在看的是5分钟啊，昨天的标普开完盘之后直接就大幅度的向上冲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纳斯达克就没有太明显的跟盘啊，随后呢，这个3炮扔完了之后，扔完导弹税改啊，然后又是第一步又过关，那么再次强力拉抬。那在这种高位一天的，在标普为例哈，在这种高位一天的波动率达到25个点，我觉得要是达到15个点我能接受，25个点我就说这个市场可能需要调整。所以在昨天的尾盘我把我的仓位就平掉了啊，那今天的调整低点的话我又重新进场。所以说呢，从这种走向上来看啊，那么点位波动率过大啊。另外呢，纳斯达克啊，这个科技股什么这四大金刚啊，大伙儿都什么苹果啊、Facebook 啊、谷歌啊这类的票啊，还有奈飞可能是啊，然后都是非常受追捧。那么我个人感觉呢，尤其咱们以最近啊，其他的可能还不直观啊，尤其是以苹果为例，我们看一只股票可能就会看到很多只股票的一个走向啊。苹果我们看什么公布 iPhone 8啦，公布 iPhone 7啦啊，公布这个 iPhone X 啦，这个节奏啊和它的图形配合，我们看这一轮上涨从90块钱啊拉抬起来，日线啊一直沿着这个短期均线啊，随后就布林线中轨做一个双波整理，在公布 iPhone 8的这个
当口，然后呢直接呢突破这个形态啊向上，然后做了一个双波小形态。实际上这种技术的方法，或者说跟公司之间的这个配合，最后形成的技术走势已经提示我们苹果已经在高位，尤其是150、155、160这个区间已经开始一个高位震荡的加大震荡的一个格局了啊。这种震荡格局的话呢，我们在传统行业COST 啊 Costco 啊 Costco 看今天传统行业也是这个今天力挺啊，这个出现大阳线，但是呢我们如果看 Costco 的周线啊，周线我们看这一顿拉抬到这种150、160的位置也是加大了啊这个震荡的格局，加大了震荡格局。所以说呢这种态势啊，还有一个我们在 VIP 当中跟所有朋友一贯的观点啊，这个从我开始看这个每周我们周末有这个每周总结嘛啊，然后一直我就是不看好科技股啊，不看好科技股，这个位置太高，并不是说企业不好，并不是说不是行业的龙头，或者说是世界的科技龙头啊，不是这概念，而是说呢这个从它的这种 PE 的值，你如果以这个价钱投资的话，可能50年才能收回你的这个如果单纯靠这种分红的话才能够收回成本，对吧？但是呢如果像今天出现啪一个下跌的话，那你的股票价格上可能还会有损失。所以我觉得从四大金刚啊的这种走势上来看，然后配合上这个纳斯达克的这种现行啊，那么这种科技股的调整呢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消息啊，科技股呢就提前走出了这种整理性的格局，所以我觉得呢这种科技股的整理那就是时间早晚问题啊。那今天的话也不足为奇，今天不调整也许明天啊也许后天，但是呢它就像比特币一样，那咱们那个姐姐一直说我要买我要买，我说你别买，我说你耐住性子不调整不买。他就问我万一要上去怎么办，万一变成20000了怎么办，我说变成20000就变成20000吧，咱找下一个项目，你最起码还是要以安全为前提。但是比特币是会让我们发财的，是沃伦王曾经发誓65岁要造就10万个华人富豪，全部在我生日 party 出席啊，从10000开始投资，结果呢就买一个币，结果呢在10年以后呢变成100万。你不要阻挡我们的财道，我不会的，我也会买的。像你整天换标的，我告诉你，我也总结一个问题，你知道蒋介石哈，他原来也是就是一个少壮派，就他发现呢这些军阀啊，他以前也喜欢到处找小姑娘，在上海的那种花天酒地的地方呢还得了一个花柳病，后来呢他就说他看到军阀一个一个死掉，最后都是军阀，就是流氓变成军队里面的一个流氓军，就是军队里面的流氓，那他说我的志向呢是成为中国的大领袖，那么我这个现在有一个缺点，就是看到各个项目过来我他妈中短西转整天在换，这个不行啊，这个女的不吸引我就，他说这不行，这不能成为中国大统领。结果呢他有了一个方法，你知道什么吗？欲练此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受杰森安的影响。这就像你蒋介石，他曾经也是黄年轻嘛，喜欢女孩子，喜欢漂亮女孩，到处寻花问柳的，结果自己得了花柳病，结果什么张作霖啊什么，你看这些军阀都有好多女人，然后最近我们被抓的肖建华，人家就批评他，你这个毛病就是太贪，说不定中国就拜特工成为他的情人，然后晚上就给他抓了，对，所以人家批评他，所以这个要做大统领就是看准一个死咬不放。那蒋介石呢就决定了在上海的街头呢坐下来了，就每天在马路上看到他有定力了，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他就成功了，因为他一直在反悔，就像沃伦王一样，哎呀每天过去2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找股票，这个股票那个股票，明明知道亚马逊好呢还找另外的，好，结果他当时蒋介石呢就练了这份功，你放个书呢放在他的腿上他都不动，就是我们，你要问我们的威尔斯未来的将领，因为他都不动，
那是因为头天已经开过枪了。你真的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啊？哦，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印象，啊，很早之前有。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要注意，炒股票和这个做大统领是一样。为什么我一直说因为一亿财富不是梦？就是你不能整天找，你找到一个股票，像人家大姐就是看准比特币的，就不要动了。就像我买 GBTC 699进去的，不动了，1500我不动。啊，就因为我相信啊，结果他找到了苏美玲，苏美玲说：“哎呀，蒋介石啊，你这个人太花了。我们是美国的家庭啊，我们是基督教家庭，我从小在夏威夷读书啊。我们基督教是信奉一个老公一个老婆，啊，那么你要跟我结婚可以，啊，都不是说蒋介石没结过婚，他前面也有几个啊。然后他说你就得按照我们基督教的路。”叫洗礼，然后呢只能有一个老婆，就蒋介石乖乖的，因为他有两点制约。第一呢，他就是要想做中国的大领袖大总统，第二呢他喜欢这个蒋宋美龄，结果呢他就真的就是从此以后没任何绯闻。但是他的儿子也不太平，后来不是在江西当时俄罗斯的太太，结果又找了一个，结果把那个，结果蒋介石也蛮狠的，他那个小三儿孩子要了，变成蒋经国什么的，但是老婆呢，这个女人呢给干了。对啊，这个东西啊 ，anyway， 但是我觉得炒股票和做大将领是没什么区别的。今天的标题咱们起个怎么讲？蒋介石与炒股的关系，我们的标题越来越吸引，变成标题党了。昨天就是说，为什么 Warren 将这个，Jason 为什么对 Warren 就是绯闻那么激动？哇，点击的人可多了。人家说为什么 Jason Warren 王有绯闻啊，肯定是某某女色，那 Jason 安为什么那么激动？是不是 Warren 看中了 Jason 的大嫂？因为这个女色曾这个女色也曾经跟我乱了。说到薄熙来，不是又说了吗？薄熙来当初看中了一个女的，结果呢就这个女的呢也跟他们一个大叔，就是当地的一个书记搞过，然后呢就是薄熙来就非常气愤，就把大叔给干了，就把这三个两儿子他妈大叔爸爸全抓进去。抓进去以后呢，出来你知道出什么事儿？他们回到家打开冰棍吓死了，他们另外一个儿子就丢在冰棍里关了5年了，就死在冰棍里死了5年没有活儿，可见薄熙来之狠呐。我个人觉得这些啊，不是因为从现在的这个走势来看哈，郭文贵有很多国安系统，就是特务系统的一个很多秘密，我觉得是真的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的题目你就是应该说蒋介石最后成为中国大统领与股票的关系。蒋介石是如何治疗见异思迁的？对。这个和我们股票没关系嘛，所以我建议你不要挡住我们这么多人的财路，大家不要因为今天比特币偶尔的下跌而花颜金色。就像你看到哎，蒋宋美龄，你说突然有一天不理蒋介石了，你就因为这件事儿就不理蒋，去不跟他结婚了，你就失去了做中国大总统啊！又换一个股票，你就是不停的在换项目，每天在马路上找寻哪个姑娘漂亮，就永远走不出军阀的后路，就是永远就是默默无声。无论是张作霖啊，还是白崇禧啊，这都是将领，都是很牛逼的，也有才啊，但是都是在一个大领导的统治之下。这个大领导已经统治了中国，为什么他就是坚持一己？你当大领导吧，我当土匪。好，今天因为我昨天这个话题原来就要跟你讲，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嘛。我说为什么我这几年没有发呢？我是应该有借口，因为我太年轻啊。那到现在49岁，每一天以后 Jackie Chan 每天跟我睡觉，从早上我起床了5点到 Jackie 起来开始拍片，咔上厕所开始拍，拍到晚上睡觉也上床也开始拍，上床也拍啊。晚上我昨天晚上是12点睡觉的啊，早上5点就起来，每天。就是沃伦王的49岁生日的每一天，就是我的生活片。因为我每一天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都要创造财富，我都要为了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只做中国，只做股民的大统领。
啊，大同领，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已经具备了领袖的素质，比如说发现亚马逊啊，发现我们这个小股票呀，啊，当然不能说每一只股票都赚钱，但是可能啊看中大方向，死死咬住啊，那么这个非常重要，不要每天换来换去的，啊，我跟大嫂说一下，你每天整天换来换去，什么情况？保持新鲜感嘛。RIOT 啊，这个有位我们 Cathy 有位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会员啊，来问 RIOT。其实啊，我也可能杰森啊也知道了哈，最近今天呢也是涨不上去了啊，开始暴跌。其实我们啊，按照杰森啊上次我们做直播的时候，16块。跳空高开22出了，分两批啊，然后这个缺口补了，又继续向下啊。我个人你怎么看？他说，哎，我亏了1块钱，我到底是赚还是赔？啊，我今天出还是止损？嗯，啊，还是继续留着？你怎么看？首先来说呢，从比特币的角度来说哈，今天已经是大幅震荡。啊，然后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收长上影，涉及之星。那么，低位的话呢，也把昨天上一个交易日的低位呢，把它给吃掉了啊。所以说，所以这是背景啊，这是比特币背景。那么到了 RIOT 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啊提前的打这个富余量了啊。那么印象最深的就是16块。2毛钱啊，在这个位置，这一天在11月22号，我们在跟沃尔老师做这个做盘的做这个美股富豪的这个时间呢，在16块2毛钱啊，就进行了第一轮的减仓啊，那么把2/3的仓位都减掉了啊，那么第二轮的话呢，就是转天高开之后，在高位的。啊，这个位置大概19块多钱吧，是22块半，两次，22块半，一次是16块半。那天跟你做节目的时候，盘后哗啦哗啦涨到18，对，啊，第二天22块半又出了啊，结果当天呢是开高到有一天在高位是开到29，和我讲的差不多，会到30。啊，然后呢开始回落。你就说客户呢，我不知道他什么，他的问题就是说我进了这只股票，我亏了1块钱，我到底是止损还是留着？这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很难问的，很难回答的。对，这当中呢，就是涉及一个交易理念问题啊，交易理念问题。那么对于我们心仪的股票、心仪的板块，或者说是热门的板块，我们要提前进入啊，提前进入。就像温润老师啊，在开这仓的话啊，买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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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么当我们买进之后，在疯狂拉升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要减仓。要减仓，然后把成本降低啊，这样的话呢，才能防止这种，比如说像今天的科技股的走势，但一天的走势把前面10天、20天的上涨全部得干掉啊。那么你如果没有成本优势的话呢，你就很难回避这种啊，这个辛辛苦苦的一个月啊，这种账面利润，然后一天就灰飞烟灭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 RIOT 呢这种票啊，那么从几块钱8块钱炒起，炒到20短线啊24块，如果你像沃伦老师一样，哪怕就是在16块钱进行了一波减仓，后面你没有卖的话，那像今天到现在为止是3块多，那我相信你在这一支票上你还是赚钱啊，还是赚钱的。所以说呢，做股票呢要灵活，这是一个操作策略的问题。我们在 VIP 的直播当中呢，已经反复的强调，跟大伙儿强调操作策略，操作策略，注意成本，注意成本，别一冲起来之后就头脑发热，这就拦不住了啊，就得敲确认键，就得冲进去。比特币我就一直看着啊，看着炒吧啊，一些9000吧啊，5600是我们提前都测算完的。那么那一天的话呢，我们同事也没有买成，那后面一路高歌猛进10000块，我说炒吧啊。那么大原则就是不调整不开仓啊，不调整不开仓。那么调整的话呢，又有一个级别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调整呢，还是说冲高回落不再炒了啊，这当中呢这就有一个度的问题。所以说呢，像这类的问题，我们在 VIP 直播当中呢都会跟我们的会员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啊，实时的交流。像这位朋友这个票，首先来说，在我们今天盘中当
当中呢，有很多朋友也问这个啊 ，RLT， 我今天这低点能不能再补点仓啊，降低一下成本啊，如何如何？那我跟这些朋友说，我说不要采用这种措施啊，补仓降低成本，这个是投资的大忌啊，尤其是这个大势已去的股票，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再回到八块钱？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再回到一块钱？啊，上涨是没有了，你记住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在上涨。你说哦，我冲进去想抢这个利润，对吧？那么现在上涨是没有了，那你这个介入的理由就没有了。那你在这个没有上涨式的股票当中再去投入资金，再去补仓降成本，你降到什么时候为结束点？啊，那么所以说呢，这当中我们在 VIP 当中呢也提及过啊，去年的一只股票，咱们就不说名字了啊。那么一路补仓下来。那么这一年你的钱扣在里面，你还不知道它最终的这个方向和这种趋势啊，那么你的资金利用率啊，你的亏损额度，你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啊，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呢，一旦某个股票这个上涨势没有了，那么就应该出场啊，就应该出场。那么什么时候企业稳啊，然后再有上涨势，那是另外一个下一笔交易啊，下一个交易的故事啊。所以说呢，我对于这种走势的话呢，我还是持有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如果走出这种态势的话，我第一时间啊，就像那个昨天前天在27号这一天的这颗大阴线啊，这颗大阴线回补缺口，这颗大阴线我会义无反顾的把票卖掉啊，高位大阴线。什么话都不用说啊，也许转天会阳线拉起来，会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有可能啊，但是这种可能性预计呢，这种成功率可能50%吧，五十只股票可能只有一只会有大阳线出现啊，高位的大阴线咚下来的这种大阴线，什么理由都不用问，第一时间先跑啊，脚底抹油先跑。那么企稳了，有迹象，如何如何，那是下一笔交易，下一个故事。所以呢，这是最基本的一种交易策略。上涨的途中减仓，降低成本，啊，高位大阴线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啊，第一个反应就是跑。那跑了之后，那地震哗，房子晃悠，你就先跑出来。你说这房子没事儿，结实，经过测试，抗九级地震，抗如何如何，他这回来一个十级地震怎么办？对吧？或者说这个抗九级地震这个检测报告是不合格的啊，它用了这种豆腐渣工程，是根本就抗不了啊，连三级四级的都抗不了。那你无意把自己放在危险之中。那么有地震的消息，有晃动，第一时间先出来，先出来，先跟那看着，等地震过去，房子没塌，你再进去。啊，这是最基础的一种投资理念。当然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有一些技巧啊。那么就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的实盘 VIP 直播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些投资理念跟大家沟通。我比较直率的说一下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整期权，是我当初我介入这个股票，然后大家高呼“万人万万岁”的时候啊，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主要是我抓了这一波啊。毫不犹豫的就进场。为什么我毫不犹豫进场呢？我是认为这一个盘整是我们最喜欢的，我和杰森老师都喜欢盘整。当它突破的时候，再结合比特币的价格啊，比特币当时这很疯嘛，然后888三连阳的时候呢，已经到了这个悲剧的时候的开始。然后这一天呢就跳空下跌，其实在开盘前呢它已经涨到29，但一开盘呢其实已经大量的抛售盘啊全在这里做出来了。然后呢在这里这一根呢又是非常糟糕，当这一根出现了的时候，把缺口堵的时候呢，这个我觉得这个行情呢就要可以开始这个往下走了。如果这位朋友问我要不要止损，我觉得你应该赶快出来啊。然后呢会跌到啊这个区间10块9块9块以下啊，尽管买，大量的买，而且还会往下，做好准备啊，做好这个全部亏光的准备。但是呢随后呢可能还会有一波新的高度。我说的比较干脆啊，止损出来9块钱10块钱以下关注收盘，但是这个九块钱以下会盘整很久很久很久。对啊，就像我们这个 HMNY， 哎呀这个股票我做的是郁闷啊，但是呢今天呢又走出一个
不咋地的样子啊，这个盘整以后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盘整很久，啪啪啪啪连续扫光。这个十字星呢，杰森老师那一天叫我出来，结果我的比较情绪化了啊，没出来，结果呢还往下面加仓，一路跌，最后砍在16，啊出来，然后又进去啊，在这里啊可能赚了点小钱。我个人有一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支票让你亏了钱，不要马上就去报复它。我还是那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慢慢的继续关注这个股票，找机会再去进场啊。就像有以前我炒外汇，我们炒外汇给人的概念就是经常输钱输光光，很多人怕不敢炒外汇。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有时候我一炒外汇爆掉了，账号没了，我觉得朋友们你们不要泄气，就像你到了赌场一样，钱没了，对吧？带300块、3000块、3万块，啪啪啪啪啪被那个赌场，千万别回家又背米就来了。对对对，啊，又是报复性的啊，那这种都是赌徒，迟早就是爆掉了。那我觉得呢，可以啊，你输了钱，安安静静的啊，回家洗把脸啊，等下一次有机会再去赌场，啊，满足你一点赌场的欲望。同样的股市呢，在这里呢，16块止损没关系啊。找机会再进去，再进去啊！这 overall 啊，你应该把钱赚回来的。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刚刚开始问我到底啊，这位客户要不要出来给些 tips？ 那我们今天我和杰森安都建议呢是出来再找机会，不要马上就明天又进去，天天盯着一条就进，想他们把这个输的钱赚回来。越这样的话越输。对，没错啊。所以我个人呢还是喜欢经常到赌场。嗯啊，这次我很多人说，我说老王你没啥事就去赌场，我看你是个赌徒。其实我不大赌，因为我要在锻炼自己的两个能力。因为我们在我只玩21点，拉老虎机啊、牌九啊、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玩，我就21点。21点的好处就是说，庄家给你他出现亏的时候，你要不断加仓。这就像我们做股票的时候，当你股票不断在上升的时候，要敢于加仓。敢于像我坐在我旁边那位啊大姐哈，我就指导她，她牌非常好，她就是不敢下手，就每次就是25块、25块、25块。我说大姐你这样不行，然后庄家10，她拿个14，她就不要了。我说这个，哎，庄家是一个10，翻出来一张10的概率达到80%，那你14的话，你像我经常会在牌子上我会叫 7 或者 8。一叫会叫来的，叫出4起来。有的时候就那么怪，你越叫他越来，你没的时候他你怎么叫就叫不来。对，就像咱们炒股票，所以我们炒股票的时候输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冷静，要退休出去，不要硬赌。但是这个运啊，在赌场里一直在转，你不可能24小时，你信不信？你进去，你不可能一直输。但是这位大姐一看不行了，赶快撤出来，不玩了。啊，要么乱玩，还好我这个人啊非常，因为有的时候在21点，人家就会骂，哎呀，你这张牌让我们整个牌局做坏了。其实我个人认为，怎么样都是这个命，就是你这张牌不会，你运好的时候他怎么打得烂你都赚，运不好的时候，就是你怎么好牌都是输，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赌场给了我们很好的概念，但是因为很多投资者他从来不相信赌博和投资有兴趣，其实他们每天在那边炒股票就是赌博啊。杰森安是个赌博的高手，但是呢就是这种股票上的赌博的概率要比赌场大多了，没意思。所以我们股票呢还是一种高级的赌博。对啊，我们原来还能说沃尔王你这个做对了，中国人那么喜欢赌，你把他们全炒股算了。我说其实进赌场的人素质都不高，都不高。但是真正在股票上玩的人呢，又是一个赌徒，高级赌徒，就是他自己不承认。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因为我们玩股票也是玩一种心跳的感觉，其实输起来比赌场快多了，对吧？我们也要一种好心态。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讲了比特币，我们讲了很多的概念股哈，非常高兴能够有这。刚才我觉得 IOT 呢，我的预测下面几天的走势就是平慢慢的向下，因为比特币的中期啊，短期的一个高点已经形成了，对，它的气已经耗尽了，它的所有的乐观、所有的亢奋都一夜之间射了，对，这射了完以后，你知道干什么呀？得要补点元气，不硬
补点补点元，不要说的那么直接，补点元气，慢慢的恢复。啊，不可能射了以后再射。嗯，那得找辉瑞制药。好，哎，今天我们另外一个杰森也叫杰森，他肯定看得过瘾。我儿娃，别人不敢讲的话，你们都敢讲。所以你和我在一块还是很快乐的。是的，我感觉你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毫无任何快乐之言。我就天天光看图。我们以前那个 Lindsay 是很喜欢看我们这种节目，他在那边拍摄的时候就感觉笑。回家，我有内线，我有特工。其实呢，我估计他现在也在看。他翻墙在看，他在中国翻墙在看，感受到啊。因为我的特工跟我汇报说林子怡可喜欢你的节目，回家就感觉过瘾，是有点闷骚的。好了，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没有了没有了。还是吴润老师，吴润老师人家评价我风趣，但是有的人就是说不要脸，风趣的人都一般老太太什么的，一般老太太比较正经的女孩子就感觉一种，你不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有对，再讲一分钟啊，就是有点过了，就是从性骚扰开始大家讨论的话题 CNN 啊讨论的话题就是这个女的又说这个参议员性骚扰，哎呀这个老头子以前在一个老太太上来了，他说哎呀在20年之前我花红月圆的时候我的屁股给人这个男的啪一把揪了，哎呦好恶心啊，就每天在谈论，那我就个人感觉啊，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这样的话坦白的讲我都不敢跟女的说任何话了，哎呀你看在硅谷里面就是性骚扰，女性就是被人骚扰，然后各个采访，哎呀我怎么在硅谷里面被骚扰，我在华尔街被骚扰，我的屁股被人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也不能待了。我觉得从这个问题吧，从两点，这个就是太民主以后呢，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要我就是不想再说，我们这个节目也可以变成为性骚扰节目，但是因为我们具备了美国的就是说国家宪法第一条啊，我说说可以啊，我又没针对这个，没真的去念啊，不是针对某一个女性啊，跟她说啊，那我们还 OK 乱放那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哎呀，同事之间、女性之间，啊，有一点不能太过了。就是说，哎呀，有的男性、女性之间碰在一块儿，就是说要稍微像我们这种一说这个笑话，如果我们三个人和一位女性在吃饭，我们三个人说这些话，会不会就马上就被定性为老板对员工的性骚扰？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从两方面去说这事儿吧。沃恩老师，然后我们和林子坐一块就不成为性骚扰。对，说一个这个话题，这是林子现在回国，他回美国也不可能了，所以他不会来申诉的。我说他说啊，我要报告啊，沃恩王在我和杰森埃三个人在录制《美股富豪》的时候，面对观众性开始对我进行性骚扰，对我不面对观众的时候也没少弄。所以我觉得美国。拜托好吗，你这个有的时候的我觉得男的女的就不能说话了，哎，男的女的最好那最后变成不是性骚扰叫同性骚扰。今天 RYB 又跌了怎么回事，我就是跟你讲，我个人觉得中国那些对男性男同进行猥亵这种不像美国那么普遍，然后现在朝阳警方说没这个事，什么老虎团啊什么都昨天听 Brian 说了，现在今天怎么又跌了呢，好像今天又出来消息了，又有证据了，哎，对对对，所以这当中呢，沃恩老师说的事儿，我觉得两个角度去说。第一个角度呢，作为女性啊，在她愿意的时候，那谁摸都行。愿意，哎，今天我看到一个微博一条消息说，某某女被一个男性抓回家绑架强暴长达10年。我说他妈的，天天睡觉怎么最后也叫被强暴了？嗯。顺了，那后面10年，那天天强暴，那你要反抗，你要出去啊！我看到微博，我觉得10年强暴怎么强暴法？天天强暴，那不人都死了呀！天天反抗，强暴是就是说我不愿意，我打你，我罚你，是吧？你10年天天被人强暴，还没死，还出来说我被这人强暴，我是到后来不是叫强暴，叫顺暴。
不是，到后来是谁强暴谁的问题。我觉得以后就是男和男的，我是前两天看到一两个男的拉着手拉手在那边走路。以后男性和男性，我们两个人说笑话的时候，会不会你也说我控告汪润王对我进行性骚扰？我说怎么性骚扰了？我是同性，我有同性恋倾向。你给我说的那些话引发了我的同性的强暴欲望。是，这句话可以作为证据。我说一百年以后太民主了，也可能非常出现这种同性之间也出现性骚扰，那就不能做了，首先就不说话。这是一个尺度问题，一个尺度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这个话题最开始引发的就是那个大导演，啊，这个奥斯卡的这个霸主吧，啊，如何如何这些女演员出来啊，都是多少年前如何如何怎么怎么着。实际上多少年前也无非就是想借助这个导演的势力拿到奥斯卡那小金人，对吧？然后呢，这个隔了多少年了？有人站出来说白了，隔多少年有点后悔了啊！站出来说，然后剩下这些被骚扰过的演员说：“不行啊，万一他进去把我们供出来，我们这个啊正面形象就没了。”然后马上就站出来：“哎，以前他也骚扰过我，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我这狗屁啊！这个上海老上海有一个叫什么，我忘了是电影还是怎么着啊，叫名利场啊，名利场啊，男人女人都使用出。”各种的啊，这种手段啊，实际上就是为了上位，跟小三儿没什么区别啊。所以说呢，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哪说哪了吧。主要还是不同的价值观啊，不同的价值观，或者说呢，在某种社会氛围当中啊，一种自保的行为啊，一种自保的行为。所以我这是个人见解啊，个人见解，没意思。你看这个 RYB 怎么在网上那些哥们说放空他，放空他，你放空他。那一天消息出来以后，第二天就高开这里，你放空不是给搞死啊？对，对吧？然后这天今天又跌，这个图怎么看呢？又很长时间去补了，对，又补了。很多人说，哎，老王，你这个公司为什么有那么多量？你自己看看，这个这么多的久的时间一直不动，对，啊，终于动起来了，嗯。啊，终于动起来了，就是前戏刚刚过去啊，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我们想躁动。我们中文投资网还今年到今年还是7岁，嗯，我希望到18周年的时候那就不得了。7岁它是萌芽状态，现在不行，现在骚动还是非常少的，18岁就不得了。所以我觉得中文投资网的股东你们放心哈，我们今年是7岁，7岁 7 不是17，7岁到18的时候动起来就厉害了，可能一个月来个，让这些老股东受不了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但是等了80岁我也不在的时候呢，他也是每天萎靡了。好了，今天废话特别多啊，上至天文谈到蒋介石，下至性骚扰，又谈到这个什么7岁8岁的那些啊，谈了很多啊，希望大家喜欢啊。然后我们直播节目观众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目标呢是我们有20000个订户啊。你看那个石涛点评，在郭文贵出来之前每天点击量就是20000，郭文贵来了以后20万，对，那我们希望能够每天有20000，这是我的目标。嗯啊，所以呢不懂股票的呢来听听黄色笑话也行。对，像这个我们以前那位女性，她就非常喜欢，她不懂股票，她喜欢听啊，回到家就是兴奋啊，兴奋啊，所以不听股票的不懂股票的也来听听，有很多料。对对对啊，有人说我们是哗众取宠，我觉得是我们有料。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一个哥们在纽约对我崇拜，哎，老大你今天素质状态不行。我说怎么了？我感觉你状态不行，你这个上了这个以后呢，上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后，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每天有各种各样故事。所以我今天给了大家讲了一些蒋介石怎么做大统领的故事。其实蒋介石也是一个小军阀开始的，那么他为什么做大统领，我就给大家讲一些故事。然后我们杰森啊又从讲到大导演啊，讲到硅谷里面性骚扰了，说明
我们以后要争取你最喜欢的节目，我都知道，1300九点钟的高宁节目，我建议咱们也去办一个节目。啊，1300有的时候实在你知道吗？嗯，实在没人了，就找一个喜欢说的上去讲单口秀，晚上9点钟你听过吗？没有没有没有，没听过。啊，你要注意晚上九点。九点我都看国内盘了。别看，那你看了国内盘，你就顺便。放那个音响出来听听，每天老头我们两人上去一定比那个人讲得多。好吗？谢谢大家。嗯，拜拜。